好，第一个用大的连接，连接长的。 一条一条这样全部连起来，连起来连接第二条，第二条长长的开始，这个等于是像砌墙砌造房子砌墙一样的把它错位，那么牢固度好一点。好，现在。 假如第三根要搞的话，还是摆搭，摆搭开始，那么完全错开来了，再弄一条，这样必须要一条一条在外面一条一条搞好以后才去拼接它。那么这个安装简单。 口袋口要带齐，否则的话放不进去。